我们是四坚持。要怎么收藏别开的目光，我否认渴望矛盾下成长，享受其中一人的真相，别的也是两个的圆满，全分去学爱结之中。我说小赖的客户被你好少我们是按照歌唱功能去分配的。没有，我跟你讲，因为老实说我其实觉得还好，可是因为第一次录完的时候风泽有说，哎，你的 pop 本太少，他问我，我说真的，我是因为吉他怕，你知道，吉他怕的太高，我就没办法 handle， 我就是想说把最好的给你们听就好。老板，你上零九那一趴是干嘛？你就 rap 吗？对啊，试试看哦。那 rap 你可以啦，挑战挑战。热热热就好了，真的。热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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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热，唱这些。刚刚那一句其实真是 bridge 过的那个副歌。因为他们非常关键，因为那个是情绪最饱满。他们有一个最重要的有差，对，那就是没有任何音乐，应该需要很做作的人。对，因为这个传感，这个传感太深了。怎么说？就是情感经验比较丰富。OK， 是吧？不能否认。是啊，是啊。像他最近还在征友当中，欢迎大家报名。对。有人说每次他应该唱功，怎么把这个歌的层次往上？谢谢大家。安装，安装。因为我觉得这个歌的分配刚好很丰富，就是每一段都有不同的感觉，所以我觉得就是大家都有分工到。也有人说啊，我记得你到，因为你是偶像团体出身的嘛，完全就是没有违和感。你到底是怎么做到顶着这张脸当大神的？对，我也想知道。没有，因为我一直不觉得我长得很偶像啊，其实我真的还好。真的。我自己都知道我是这样的角色，没有，你的其实差不多，没有。来来来，对镜头，对镜头，你看我讲话就是这个样子，可是你要我拍照，我就会这样子哦，不要拍，我不要拍照，对啊，我就不要。我身边很多男生女生都觉得我已经很帅 ，Oh my God， 真的。然后我就一直想说试图要讲他一些坏话，我说真的，试图讲坏话，我说真的还。真的也讲不出什么，但他们说真的，因为他们来看他直播，因为他直播很特别，是我，因为我就每次跟他上直播，就说你怎么会不用滤镜？他完全没有滤镜哎，我觉得很猛，因为我一定要一个美肤或是一些什么脸红，对对对，就遮挡我的那些缺点这样，但他是完全不用滤镜直播的人。那想看一秒变脸，川剧变脸，你好不好？韦静就是偶像跟那个大神，一二三变。变！啊！变！是这样的，好白痴哦！哎呀，白痴！哈哈哈哈哈！有零九的高音简直了，无法挑剔啊！我说什么？谢谢，谢谢。小亮的挑战，我吗？我就是号称这个团 KZD 的，还好挑战。那句是什么？那一句啊？说。因为我的音域是比较，本来就比一般的男生还高，而且我们三个都是啊，我算正常男生的配。对，所以因为自己写歌也都常常唱到那个音域，所以还是比较蛮熟悉的。对。那很多人都说你的 rap 让大家超惊艳。哦。有超多人超爱那一段哦。其实我 rap 也蛮久。没有，大家还是那一段。很多人爱那一段啊，而且他光写完这个 rap 的一第一版本的时候，我不是一直在唱吗？对，来嘞，还有一个另外的版本的歌词啊。一开始有写一个大概，只是乱塞词，然后你走了，是狂唱，你已经走了，啊，最早走，我也狂，我已经狂在房间唱了。粉丝松鼠留言说，颜值担当是零九，门面担当是风泽，主唱是韦静，舞蹈是小赖，有没有疑虑？你怎么担当？主
他说韦静是主唱。是啊，门面是什么？门面跟颜值不是一样？是樣我操，他是真的门。门神，他是门神，什么意思啊？他就这样写啊。门面跟颜值，所以就看你们那疑虑吧，有没有别的想要说？可根本不是这样。我其实体认同，但我真的觉得每一首歌我们的角色就不一样。对啊，就是我们都是其实按照歌的。对对对，但我们颜值都还不错。没有啊，颜值你他否认超大，什么意思？超大，谦虚嘛，谦虚了，是要谦虚的。妈妈们在哭泣，妈妈们吃奶茶。都是我们小赖是闹诊的吗？闹诊，我的靠！哎，不是，他就是你在直播乱讲话。他在直播说我那天什么闹诊，不是因为那一天。其实我们排舞的时候没有这样子，只是因为突然我好像刚给了一个指令说，哎，我们头要侧一点，比较有态度这样。所以我后来讲完，我就真的很像 enjoy 这样。我发现他们三个没，这搞得我一个人头很斜这样。因为我们 MV 拍当下，我是真的给他们指令说，我要斜一点，不要太瘦。只有我做出来，我们自己不知道为什么。原本是我跟简化在简化当中，我想看原本到底有多难。我真的忘了耶。不是，因为其实一开始编的时候是九分难，对，然后来我太太好像。好像真的不行，因为其实我意识到我们只录变了一次，只有一次的时间，所以我就一直简化，到现在这样。下次好不好？下次我跳是九分半，下次给我一个时间重编的。有人说跟你说，风泽的真假音讲话好听到起鸡皮疙瘩开讲。了，哦，谢谢，真的很厉害啊那段，真的是。对，我很喜欢换假音啊。其实我自己唱歌很喜欢用的一个技巧，然后大家喜欢的话也是。我朋友在笑，还有逗点，他那个段子很特别，起鸡，所以我以为是春夏秋冬，我以为起春夏秋冬的。对，其实我们这首歌真的是我们去按照每个人的强项去分配的。老实说，谁分的好会分哦，就是要多亏我们那个制作人张伟，我们都一起讨论。对。有人留言说，虽然有些人是开玩笑，但是有些人是真心希望小赖退出的。但是他特别写，我想说，小赖可能颜值上比不上其他人，但他的声音是其他男团里面没有的。我知道你讲什么，是这个留言，很经典的留言啦，很经典的，最经典的小赖留言。我先回完这个，完了再讲这个。声音很特别，声音很，我的确声音蛮特别的。讲这个是魔术，因为大家都声音很特别，因为大家都说我是小青。没一般啊！小群哥。不是，因为通常大家所熟知的男团的声音就是你知道低沉，或者他们那种比较 regular 的声音来讲，但我的声音就比较特别。就因为大家觉得我声音很有辨识度，就一唱就是小赖，对，就是那种中男女混杂的一个声带这样，所以就记一点啦，给大家记一点好不好？对。那些说想要我退出的人，好，有一个留言，印象深刻，那我直接截图我 po 到我们的群组，他就说什么，他说小赖你长得。小赖长得不是一般的丑，但我看到那个全文，我就是丑的很有质感。对，他说我丑的很有特色，对，长得很有质感。然后想说什么意思？不知道是一个夸奖还是？对，所以是丑吗？我丑的很特别，所以是丑。然后整个留言很像在夸奖他，对，但是基底是丑。对。心情到底要好还是？对，他要丑到我抓特色啊！我都不知道是什么意思。对，小赖传给你们说，你们的反应是什么？笑。那你们内心真正的 always 是什么？不是，因为我很会看每个留言，然后觉得很有特色，我想哇，是赞没有看到，就觉得不太对，我就把它截图给他们看。我哪有丑啊？没有啦，开玩笑啦。我觉得这样被路上人都比。好的，因为现在我们相加已经过500万了，对，然后很多人说，小赖你是不是要露奶头了？是，想看吗？没有，
我们是那时候露奶头的标准是单一首500万才会有露奶头。对，那哪一首？任何一首，任何一首。香家只是有说我们会去报金曲奖，没有啦，就是出下一首啦。没有啊，如果我们假设出了6首，明年就可以报。对，我们或许可以以四剑行这个团体来报名。所以真的有这个目标吗？我们去试试看嘛。我们是有这个目标的。我们会挑那一年。比较少人，我们可以先看到少团，看到谁出，我们有先知道有谁比掉顽童，我们先比掉顽童，那年我们作品你就知道了。对，我们会调查最少那一年去吧。然后反正我们就是相当500万，只有说是会有下一首，但奶头的部分就是单首500万，怎么样？那你这是不是挖坑给自己掉？如果这样，现在大家回去去听听一遍，然后大家去充第一，然后真的500万，你说怎么办？没有，没有，我露奶头，你们是要露腹肌啊？没有，欢迎各位漂乳霜来，我现在很差了。反正就是甩过一秒，又不是全部停在。甩过一秒，就这样，这样的。一下下，一下下，所以你的奶头是一下子到他们的腹肌的，讲清楚，讲清楚，一下下，就是一下下，没有，我奶头就会像以前那种节目有没有？就比如说藏在电话里的脸，就是我奶会，你懂吗？你知道我在想什么吗？我知道，就是不吃三餐的奶头家那种，就比如说一个丛林，我这个奶头是绿色，然后就藏在里面，你们要猜，我们到时候大家来找查情况的时候，小赖奶头在哪？然后你的腹肌也是这样隐藏在一些特别的，不是啊，就是那个我们在6楼嘛，然后一楼这样拍，然后就太远了啦，超远，超远，有这种程度，他们会去什么截图，然后就是在走图啦，走图啦，没有走图啦，刚刚那个建议很好哎，可以可以啊，什么电话亭然后红色这样，对，过去，我们就大家来找茬，对了就算什么照片之类的。好荒谬哦！好了，谢谢大家对那个《柱子爱情》的支持，你的评论我们都有看，我们会继续努力的，爱情。